以后我们能住进这里，一定会很幸福。甜蜜情侣搬进郊区老房，我真系听到好多怪声咧。我谂咧，可能就真系冇啦。屋内却有三位房客。从我们进来的第一天就看到他。师傅，你一定要告诉我什么方式可以救他，我弟不能死。周六黄牌影院《午夜阴声》，1月9日晚上9点，卫视电影台全台首播。